截至6月28日12时，全市累计完成采样是829.9万人，已完成检测是768.7万人，基本完成应检进人员动态清零。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，全市累计发动下沉干部、社区工作者、在职党员、民警、志愿者等各类力量30余万人，参与属地居民组织现场智取维护、防暑防疫等各类服务保障工作。日均设置检测场所443个，采样点位2224个。 动员采样人员7500人，单日最高采样量为121.2万人。